发了无数大众换来表情，好像你的抗拒，就忘问自己定了个回星期的规矩，那砝码十条只为一条，为了增加吸引力。好痛，真的我心很痛，其实我多关心你都他妈的没有用，口红我给你送，包包我给你送，那什么时候你才可以让我给你送回家？那美女大喷辣，我总爱把狠话题把她带回家，不她不回我发。你说你要和你的姐妹逛街，实际就是在酒店和两个男的双之后，还让我给你交房费，打扰了我不是你备用的消防队，说多了是我不对 baby， 那你可不可以回我的微信 my baby， baby 为什么不回我微信，你已经触碰到了我的神经， baby 为什么不回我微信呢？